下哈，我们看看是不是有这个字幕来出来。好，我们先唱荣耀荣耀哈利路亚，因为耶稣已经给我们打的是，有没有看到神迹啊？有没有看到神迹？有没有看到耶稣还在这里？哎，约翰福音第二章说，末后的水变的酒比先前的酒更好。我告诉你，最后的这些全部有得到医治。阿门。因为你们有耐心的，你们有信心，来荣耀荣耀，来荣耀。本来一定要靠拐杖才可以走路，现在可以完全不用拐杖就可以行走了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来走走看，来来走走看，好，哎，把它放上去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哦，喂喂喂喂喂，荣耀荣耀。带大家唱医治的诗歌，那个 PowerPoint 已经好了，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耶稣说什么救了你，你的信，谁有信心的举手看看，好吧，我们再唱几首歌来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有信心，我等了最后一分钟，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得救是得医治的意思，哈利路亚。沙漠
伤，我便得医治；因为耶稣受的刑罚，我得平安。好吧，我们很有信心的再唱。凡是刚才服侍的弟兄姊妹，我答应过今天也为你祷告，好不好？所以有服侍的，等一下排完以后，这些弟兄姊妹走了，你可以继续祷告，可以吗？被就是穿着制服的，我们也会为你祷告，但是没病就不用挤进来了哈。啊，那就祝福就不去了，祝福我们一起祝福。有病的，就是刚才扶人的，扶到腰酸背痛了，可以祷告，可以哈。那其他正常呢，就不要挤进来啊。我们主要是服侍，我们越服侍越健康。阿门。感谢主，好吗？但不要走，我们有一首 ending 的诗歌，很美的诗歌，好不好？现在还得继续的来那个，好吧？我们现在就举起圣洁的手，一起我们来开声来祷告，来真的为自己的医治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十句耶和华来祷告。安全人员注意，安全人员注意，前面有人走了，你马上后面把他拨上去。
服要祷告的，没有关系，祷告十一点都不能祷告，我们那边太辛苦了 ，OK 啊，没问题，慢慢来啊。You.